想事成，万事都如意。那今天是我们的初级呢，来我们阿庄阿哥来回答一下。出球啦，出球啊，好出球。哦，是啊，啊，高兴哦，好像是新年第一天看到你哦，是不是？啊，这样哦，出球啦，这样我有红包拿嘛，啊，重要的是我红包拿吗？要这样求是不是？啊，谢谢我们的阿姨的红包，谢谢哦，啊，来，在这里呢，要希望呢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啊，万事都如意。财源广进的好不好？那唱到的一首歌曲呢，《富贵花开迎新年》，好爱你啊！谢谢王哥，新年快乐！你的头发又更红了，谢谢，谢谢啊，非常的漂亮。今天好像有去电头发是不是？啊，你看很帅啊，很帅哦。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呢，度过一个愉快的晚间啊。接下来啊，也是有我们的很棒的歌手，有我们的节目啊，有我们的非常棒的司仪，好，也有我们的非常棒的乐队老师，同仁灯光音响老师，来唱到了一首呢《富贵花开迎新年》。那接下来呢，大家安排的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我们的华语的经典歌曲，献给大家这一首《昨夜星辰》。
曲呢，都是华语歌曲。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安排一首福建歌曲《梦后》。啊，来这首《我懂吗》。Thank you.
给你们看歌台，你们说应不应该来一个掌声？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有我们的特别贵宾，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丽玲女士已经莅临现场，掌声欢迎她。Yes, 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Welcome the arrival of special guest, Mr. Josephine Teo, Minister for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and welcome. 当然，我们要欢迎今天的大会主宾。阿育尼集选区基层组织顾问蔡荣良先生。Also, the arrival of the advisor, Mr. Chuan Hing Yong, advisor to our Chinese CRC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Thank you for raising our Chinese beer dinner. 欢迎两位出席今天的有若氏庆新村的春宴，与民同乐。其实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今年我们的邀请卡设计成了中国硬币的形状，那被认为是财富资源的幸运硬币，这